恋爱前后距离发生原因，至今仍然是最大的一个谜。不管性别、年龄、职业、体重、学历、长相和血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免疫。有些专家学者研究后相信，恋爱是内分泌失调所引起，却有别人认为恋爱属于略过性别，多像感冒，无药可救，但会自动痊愈。不管你同不同意，自古到今许多例子证明，恋爱不单是一种病态，它还可能是一种变态。一般发病后的初期反应，会开始改变一些生活习性，洗澡洗得特别干净，刷牙刷得特别用力，半夜突然爬起来弹钢琴。有人每天站在阳台对路人傻笑，有人突然疯疯癫癫，突然很安静，有人一脸痴呆对着镜子咬着指甲打喷嚏，有人对小狗骂三字经。女人突然改变发型，男人开始每天练着哑铃，心理不正歇斯底里四肢萎缩神经过敏发抖抽筋，都出现在这时期。随着年纪越来越变本加厉，人会变得格外敏感、勇敢和恶心，写的说的唱的都像天才诗人一般才华洋溢，越肉麻越觉得有趣。有人恋爱之后每天躲在厕所哭泣，有人开记者会宣布恋爱的消息，有人总是喜欢两个人躲在黑漆漆的地方，想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情。每天忙着找人算命，挖空心思改变自己，配合对方的习性，把每天都当作纪念日，把自己当作纪念品。每天漫无目的腻在一起，人不经意也觉得好有趣，走着坐着躺着趴着都形影不离，像是两人三角又像连体婴。亲密相知只有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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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不管家里米缸有没有米，也不管路上有人是为抗议，只管爱你。亲密相知只有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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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不管海峡两岸同一问题，不管伊索比亚多少难民，只管爱你。经过一段轰轰烈烈热恋时期，不久就会开始渐渐痊愈，两人开始互相厌倦，互相攻击对方缺点，所有甜蜜都随风而去，然后开始从错觉无解中清醒，惊讶自己为何如此不聪明，为了爱情不管一切，不顾父母朋友姐妹兄弟，开始感动后悔不已，然后开始感到疲惫，沉闷气喘心悸，压中头痛梦萦，然后是精神不济，瞳孔放大，脾气暴躁，四肢麻痹，终于受不了要分离。虽然结果颇令人伤心，了解之后也没什么了不起，爱情终究是握不住的鱼，只是我想要告诉你，哦哦如此颤动着我的心灵，轻轻诉说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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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管是黑夜或是黎明，
不管是梦中或是清醒，深深爱你，我要对你说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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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管是黑夜或是黎明，不管是梦中或是清醒，深深爱你。多么幸